He's got a good attitude. 他的态度很好。他的态度很好。多美好的家庭啊！多美好的家庭啊！多美好的家庭啊 ！What a lovely household！ 多美好的家庭啊！多美好的家庭啊！他的家庭很幸福。他的家庭很幸福。他的家庭很幸福。His household is very blessed. 他的家庭很幸福。他的家庭很幸福。我哥哥会写中文。我哥哥会写中文。我哥哥会写中文。My older brother knows how to write Chinese. 我哥哥会写中文。我哥哥会写中文。你是我的阳光。你是我的阳光。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 你是我的阳光。你是我的阳光。他是我的家庭教师。他是我的家庭教师。他是我的家庭教师。She is my household tutor. 他是我的家庭教师。这是我的家庭教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What is the situation now?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When was she born？ 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电话响了，我去接。电话响了，我去接。电话响了，我去接。The phone is ringing. I'll go get it. 电话响了，我去接。电话响了，我去接。这个月的收入不错。这个月的收入不错。这个月的收入不错。This month's income is not bad. 这个月的收入不错。这个月的收入不错。这是一家银行。这是一家银行。这是一家银行。This is a bank.这是一家银行。这是一家银行。我对他的态度变了。我对他的态度变了。我对他的态度变了。My attitude towards him changed. 我对他的态度变了。我对他的态度变了。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中国有五六 no 十六个民族民族。There are 56 ethnic groups in China.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我认识你哥哥。我认识你哥哥。我认识你哥哥。I know your older brother. 我认识你哥哥。我认识你哥哥。我哥哥有电脑。我哥哥有电脑。我哥哥有电脑。My older brother has a computer. 我哥哥有电脑。我哥哥有电脑。他银行里有点钱。他银行里有点钱。他银行里有点钱。How do those tones go? He has some money in the bank. 他银行里有点钱。有点钱。他银行里有点钱。他姐姐比我哥哥大。他姐姐比我哥哥大。他姐姐比我哥哥大。His elder sister is older than my eldest brother. 他姐姐比我哥哥大。他姐姐比我哥哥大。能为你服务，我会感到非常高兴。能为你服务，我会感到非常高兴。我能为你服务，我会感到非常高兴。If I can serve you, I'll feel very, very happy. 能为你服务，我会感到非常高兴。Such a weird sentence. 能为你服务，我会感到非常高兴。我住在银行附近。我住在银行附近。我住在银行附近。I live near the bank. 我住在银行附近。我住在银行附近。请问银行在哪里？请问银行在哪里？请问银行在哪里 ？Excuse me, where is the bank? 请问银行在哪里？请问银行在哪里？
和你的车比起来，我的车很小。和你的车比起来，我的车很小。和你的车比起来，我的车很小。Compared to yours, my car is small. 和你的车比起来，我的车很小。和你的车比起来，我的车很小。这件事情由他负责。这件事情由他负责。这件事情由他负责。This matter is his responsibility. 这件事情由他负责。这件事情由他负责。你几点可以跟我一起去银行？你几点可以跟我一起去银行？你几点可以跟我一起去银行？ What time can you go with me to the bank? 你几点可以跟我一起去银行？你几点可以跟我一起去银行？他们说他是在德国出生的。他们说他是在德国出生的。他们说他是在德国出生的。They say that she was born in Germany. 他们说他是在德国出生的。他们说他是在德国出生的。几分钟后电话响了。几分钟后电话响了。几分钟后电话响了。A few minutes later the telephone rang. 几分钟后电话响了。几分钟后电话响了。他这个月的收入很高。他这个月的收入很高。他这个月的收入很高。His income was high this month. 他这个月的收入很高。他这个月的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that show. 他这个月的收入 很高。他们每个人都很努力。他们每个人都很努力。他们每个人都很努力。Each of them is very hardworking.他们每个人都很努力。他们每个人都很努力。这道题很难。这道题很难。这道题很难。This question is very difficult. 这道题很难。这道题很难。多美好的家庭啊。多美好的家庭啊。多美好的家庭啊。What a lovely household. 多美好的家庭啊。多美好的家庭啊。他是我的家庭教师。他是我的家庭教师。他是我的家庭教师。She is my household tutor. 他是我的家庭教师。他是我的家庭教师。他的家庭很幸福。他的家庭很幸福。他的家庭很幸福。His household is very blessed.他的家庭很幸福。他的家庭很幸福。你是我的阳光。你是我的阳光。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 你是我的阳光。你是我的阳光。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What is the situation now?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电话响了，我去接。电话响了，我去接。电话响了，我去接。The phone is ringing. I'll go get it. 电话响了，我去接。电话响了，我去接。这是一家银行。这是一家银行。这是一家银行。This is a bank. 这是一家银行。这是一家银行。我对他的态度变了。我对他的态度变了。我对他的态度变了。My attitude towards him changed. 我对他的态度变了。我对他的态度变了。他到中国后交了许多朋友。他到中国后交了许多朋友。他到中国后交了许多朋友。He made many friends after he arrived in China. 他到中国后交了许多朋友。他到中国后交了许多朋友。中国有56个民族。中国有56个民族。中国有56个民族。There are 56 ethnic groups in China. 中国有56个民族。中国有56个民族。他银行里有点钱。他银行里有点钱。他银行里有点钱。He has some money in the bank.
他银行里有点钱。他银行里有点钱。That's tough to say. 我能问一些问题吗？我能问一些问题吗？能问一些问题吗？ May I ask a few questions? 我能问一些问题吗？我能问一些问题吗？